昨天等朋友的时候，去咖啡店点了一杯 Red Velvet Coffee，然后这个咖啡厅的杯子看起来颜色特别好看，像一种蒂芙尼绿，很喜欢这个杯子，感觉这个红色和这个绿色配起来特别的好看，而且这个咖啡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红丝绒咖啡，所以今天很想画一下它。先画上红色咖啡的颜色，然后接着杯子的绿色和盘子的绿色，然后画深色的地方，画一下影子的部分，然后接着再把中间的盘子边缘，它是白色的，给补一下，瓶口和盘子边都补一下。其实它不算咖啡，latte 的意思是奶的意思，这个应该叫做红丝绒牛奶才对。然后写上字，感觉写字的时候有点紧张，所以写的比较丑这一次。欢迎喜欢我的朋友跟着画哦。